资深演员夏萍呢日朝早喺万国殡仪馆出殡，剧仔林家栋一早就到场打点一切，而张国强、刘江、安德尊同丁宇等等都有嚟送行。朝早九点左右，家栋同张国强等人就陪住夏萍姐嘅灵柩，慢慢咁步出灵堂。穿着白恤衫、戴住眼镜的家栋就一面潮水，而身穿校服的家人就手持灵照登上灵车，家栋就负责送亲友上旅游巴，然后一众亲友就出发前往将军澳华人永远坟场，随后灵柩运抵下葬地点进行入土仪式，大约一个钟头之后结束。送别契妈的家栋心情明显比之前平复，但是就不愿意接受访问，最后就同亲友一起上车离开。